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。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辽宁省的盘锦市，我们在一个高速的服务区，昨天晚上就把车停到了这里。盘锦服务区，然后这个服务区挺好的，这里边还有一个酒店，然后昨天晚上七哥就是住在这个酒店里面，然后他不用爬到他的那个额头床上面，这个酒店的床睡得也舒服一点。我们今天计划呢要继续往北京方向走，现在目前距离北京还有500多公里，计划2天时间，今天到河北的香河，因为我们到香河以后去了以后我们要去做核酸，但是具体的要看路上的一个路况和七哥的身体状况。小花，来喝水。小花，快来喝水，啊，给你放这儿啊。彻底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七哥出来我们就出发了。九二相反，哪个要呢？这个，这个方的，这个呗。哎，对对对，92，7.4，7.4。嗯。那不用，不用。小华。休息你行不行？要比本身的伤痛来的更。这会儿是心也痛，伤也痛。伤也痛，没有人要。要开慢点，路上啊。慢点。啊。现在这个速度呢，就是保持在90码。开房车在高速上的话，一般来讲不要超过100的。反正我这车吧，1.5的动力，高速上90码，发动机转速在3000转，也就是这样。所以不建议开房车在高速太快，因为你的车身太高，速度太快的话，这个风阻大，不管是怎样的房车，它都会随着那个风阻。房车会抖动，所以安全起见，在高速上还是要慢一点。这会儿进了服务区，到了中午了，我小孩要吃饭了。七哥在我前面。应该他到我前面的一个服务区休息吧。小彪，对，来，来握个手。哎，哎，左手，嘿嘿，好，握个手，吃饭。哎呀，吃饭。阿彪的快乐餐桌，现在这个高度就正好。
有个二十来公分。等一下我也弄点吃的，反正在这服务区里边什么方便吃什么，呵呵，吃完东西还得继续赶路。吃完了小彪，好了，我的进京证已经提交申请了，现在审核中，申请的是28号进北京。像目前来说进北京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通过手机里边可以办的，手机里边有个 APP， 小阿彪等一下啊，等一下跟你玩。手机里边有个 APP 叫北京交警，然后下载北京交警以后，在那个里边注册完了以后可以申请北京的6环以内的7天，它这个全年是有12次，一次7天，现在还是很方便的，提前1天在网上申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弄好了，就等他审核，一会儿我们就要出发了。好，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，来，小彪，下来吧，下来，来，给我玩。就喜欢跟我玩这个。这会儿已经下高速了。七哥在前面找到了一个注册地，我们现在到了东戴河，然后今天晚上就把车停到海边，然后我目前距离注册地七哥发过来的定位还有10来公里，沿途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那些卖熟食的店啊，或者是买点菜什么的，晚上就在海边做顿饭吃。走了。啊，切薄一点。哎，好。你看我还爱吃这厚的。这个有蘸料吗？蘸料有。你当然就来点生抽就行。啊。就是生抽或者大蒜就行了。买了一只鸡，一只鸭，还有一点面包，因为车里有牛奶，明天早上早餐也够了。先把它放到车里。好了，现在就去海边了，七哥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。来到海边就是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，看阿彪玩的好兴奋。